静了。哎、欸，快点救我！你们今天有几人、啊？其实真的，我们来这边差不多三四次，就是应该是第四次了。我们第一次在室内唱，真的。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很硬的乐团，所以我们蛮吵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准备了一首新歌，对，然后第一次唱，第一次唱，改编完第一次，对，改编完第一次唱，也是在昨天晚上刚出炉的，所以大家头脑还耗了五个小时，头脑应该还蛮新的啦，对啊，对，你要错了就看谁啊，嘿嘿，今天早上凌晨，今天的凌晨才出炉，不过你们可以先看天佑了，耶、yeah. 欸，你要先出，啊，不一定，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曲了，约。耽误大家有点时间了，对，是。哦，待会呢还有非常非常棒的乐团，我们也会跟你们一起欣赏到最后，我也期待他们的表演。然后最后一首歌是写给我自己最亲爱最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首歌叫做《爱在一起》，对，送给你们。然后谢谢台东，谢谢铁花村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我们是来自屏东的 Jump 乐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未来我们会在哪里？请